唱作一句台词儿，就把上唇啊，连舌头在上唇都隔了去，所以特恐怖。这军人啊，确实有人去忍不住踢了球，最后就被剁了脚。你想想啊，那全家还得给发配到边疆云南去。你想,想，这如果一个人啊，你军人当时唱一段戏，下一盘棋，再踢一场足球回来，你算算，舌头也没了，手也没了，脚也没了，这人就就完蛋了。所以当时对这个足球的限制。 非常的严。他说：“由于你这种限制呢，那很多人就算了，就不踢了。再加上这个其他运动的兴起，所以足球逐渐逐渐衰落。到了清代以后，足球就基本上没什么声息了。因为清代是满族人入关，满族人最喜欢的一个事儿叫溜冰。他为什么喜欢溜冰呢？是因为他们家乡那儿特冷，冷的时间特别长，东北一半年都能溜冰，所以。” 溜冰速度有速度感啊，所以就是他就提倡这个打冰球，他说他跟那个冰球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国际上打的冰球不一样，他是把溜冰呢和足球结合起来，他发明了一种运动叫冰上蹴鞠之戏，啊，他当时也把它作为他的禁卫军的训练内容啊，因为这个冰上的行军速度是很快的，在冬季的时候，呃，调兵遣将还是啊很有很有优势的。 那么，你想统治者他对足球不感兴趣呢？所以这个中国的足球在明清两代逐渐就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。这个足球啊，我们今天看的足球叫国际足球啊，跟我们中尽管他说祖先是我们齐国人发明的，但是真的跟我们齐国内蹴鞠没多大关系了。今天的足球啊，呃。 大部分规则大家都知道，是吧？这个，呃，整个球场的比赛的规矩，一个比一个人明白啊。但是你踢的时候未必明白。那么你看的时候呢？对足球而言呢，我们最爱看的那一瞬间啊，只要是你去，不管你到现场还是你在电视机前去看现场转播，只要这个运动员带着球。 攻入球门之前啊，每个人都激动的会站起来，啊，兴奋。但是呢，老踢不进。你比如我吧，我看球跟别人看球有点不一样，我喜欢一个人看，我不喜欢一大堆人老在那儿嘚啵嘚的一通说啊。前些年呢，我还有这兴趣啊。 这个不是这届世界杯，这届世界杯就肯定我没那么大兴趣了。大概是三四届啊，乃至四五届以前，那就是说十五六年甚至二十年以前的世界杯呢。那时候踢的时候呢，我经常一人啊，找一能播球的酒吧啊，找一张桌子犄角旮旯啊，自个儿要两瓶啤酒，在那边喝边看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看这个球吧，自个儿特的兴趣，就在北京的一个很好的酒吧里去看啊。 从头到尾啊，俩队踢俩钟头，一球没进，弄得我很沮丧。你知道，你要看球哈、啊，双方都不积极打手势的时候，再不进球，你看着就不兴奋。看球最激动的就是啊，要不然就是这个点球大赛，要不然就是这个多进球。我就那时候我就想，我说为什么就是不能让我们的这个规则向多进球啊？ 变成进攻性的这个足球去发展呢？你比如说，那时候我就想，球门能不能设计再大点儿啊，再高点儿，让你多进球。我觉得一场好的球赛下来，当然也不能像篮球似的啊，说每一场两方都是一百比一百零二，这其实也没法看。他能不能弄个每场都有十个八个进球，这样看着就比较兴奋。你像足球本来时间就长啊。 你现在一场球下来，你得揉出俩小时，俩小时一球不进，你看着不兴奋。所以最好呢，就是能够保证个五六分钟、十来分钟能进一球。所以我就想，能不能这个规则向这方面去发展？啊、嗯，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点球大赛。我觉得点球大赛这事儿啊，就是我原来老设想能不能改良这种点球大赛啊。 我作为一外行，想了好多招儿。原来我有时候在那躺在床上，就突发奇想，点球十二码点球，大家都知道，球门守门员是反应不过来的。即便你把球扑出去，也是事先判断蒙出去的啊。那么那么近的距离，如果球闷在脸上，那人都能打晕过去，那那个力量多大呀？而且你会发现，越好的运动员，他心理压力越大，然后呢，越可能射歪了。 所以点球大赛中呢，往往都不是强队儿啊能够占优势，老师这个弱队儿能够占优势，因为弱队儿说输就输了，呃强队觉得输的有点不值，所以呢，一旦有了这个压力啊，在点球大赛的时候就容易失败。那我想能不能把这个规则改一改，让它有利于所有运动员的技法去展现，比如点球能不能改成就是我们现在在十二码，我们都知道一脚就开进去，要不然就开飞了，是吧？ 那我把它直接搁到中场线上。那么在这时候能看出所有优秀运动员的脚法。优秀运动员的脚法在这块儿会有展现。比如一个优秀运动员带着球向球门行进的时候，如果你把时间缩得很短啊，比如说我们我也不知道，我我凭我感觉，比如六秒钟，六秒钟之内你必须要射门。那么你要展现你的技法，你要迂回走，那你时间就不够。你直接往球门扑，如果这个。 这个守门员出来扑你，那角度啊，你就没有角度在射射门，那就看你的技法啊。所以我就想，如果把这些规则都改了一下，可能球这个球赛就更加好看。 我们今天的体育本身就是向娱乐方向发展啊！你看看这个世界杯的时候，有大量的什么足球宝贝啊？那足球宝贝一个比一个宝贝，是吧？上来以后是给你调剂你的情绪啊！足球宝贝一定是那身条比较好的，身上就是自个儿要踢着足球上场，差不多得有仨足球的感觉，得有这种足球宝贝，是吧？那么，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想，他。 本身就是带有很强的娱乐色彩。我们想哈，体育是一个竞技，足球是竞技中的竞技，它带有极强的观赏性。我们怎么能让这个观赏性能够满足更多人的欲望？我们只是啊，我自己是一个小小的愿望。我是一外行啊，我就是瞎说，你们就那么一乐就完了，千万不要喷我。嗯，那么你们会说啊，说你这嘚不嘚？说这么半天啊，说你会不会踢足球啊？ 哎，我告诉你，足球是个人就会啊。小孩儿从这么大，孩子都会踢足球。你不信？你拿一足球你哥，你搁那他只要拿脚踢，他就会踢的。会不会是一回事儿？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们小时候啊，足球踢的少，为什么踢的少呢？因为我住的那兵那个军队的大院里没足球场。最早是有的足球场，后来都被蚕食了，特别多的都是篮球场。 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呢，就特别喜欢打篮球，当然也去踢足球。那时候踢足球叫踢野球，随便找个空场，比如大操场啊，那时候部队院里都有那超大的操场，在操场上踢球就乱踢啊，在顶多画不也没法画线，就是拿摆两个石头子儿就当门了。所以那时候踢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没有打篮球那么专业。我们小时候啊，获得一个球啊。 是一个很难的事儿。今天你说孩子想踢个足球、打个篮球，家长上去买一个就给你了啊？我们那时候没有任何人家里能够给专门给孩子买一个球。标准的篮球和标准的足球，在我小时候也是一笔钱。我记得当时一个标准的篮球十几块钱，足球也过十块钱。那时候很多家庭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块钱，三十块钱要养养家，怎么可能给孩子花十块钱买个球呢？ 我爹啊，我爹是军人。我爹有个特别好的战友，他是当时空军体工队的队长。我从小就管他叫叔叔啊，叔叔姓林，双木林，我说林叔,叔就是。那时候特别喜欢打球，就跟他聊。就说你们那个体工队是不是有很多球啊？他说有啊，这球很多啊，有篮球队、足球队啊。那部队那个专业的球队，那球队没数量啊。然后有一天，我终于。 鼓足勇气，厚着脸皮跟说：“林叔，你能不能给我弄一球啊？说我们打球老没球，每次都是蹭人家的。然后我这林叔对我特好，他为什么对我特好呢？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儿子，他没儿子，他有仨闺女，所以他对我特好。然后他当时就拿电话就打电话，就说、是：‘那我听着呢。’他说：‘给我弄一球啊，给我挑个新的过来。’弄过来了，结果…… 那时候电话跟今天电话不一样，今天电话是点对点，你给谁打就是谁接，是吧？那时候那电话呢，赶谁接就是谁接。结果接电话的人呢是当时空军体工队足球队的队长。足球队队长呢，我要的是篮球。这个足球队队长接着电话，接到领导电话，领导说你给我弄个新球来。那足球队队长理所当然的理解成足球，所以隔了大概有个一两个礼拜吧。 你高高兴兴地给我抱来了，扔给我一球，我一看，我傻了，我把那想要一篮球，他给了我一足球，给我一足球，我就有点沮丧。你知道这个，你想要的东西差一口气啊，比那东西不来还沮丧呢。所以现在就沮丧。然后结果我那林叔,叔就跟我讲，就说：“哎，说得了，这足球就给你扔这，过两天我再给你弄一篮球。” 这时候呢，因为送球的这人是足球队队长呢，就带着我说：“足球也好玩，我带你去吧。”然后我们就去了，到了我们那个院子里的那个大操场。过去军队院子里都有超大的操场，这操场上一定有一大舞台。这舞台是死的，不是现搭的。你看现在你做音乐会、露天的干什么，全是现搭，都是金属的，那都是砌的，拿砖头拿水泥砌的。 那舞台的高度一般情况下都有一米多高啊，然后两边有两个呃三五凳的那个楼梯走上去啊，然后后面有个大影壁啊，然后他带我到那儿去踢球，这专业跟业余的区别就发现了啊！我一去看，人就真不一样。他说：“你看我踢这球啊啊，那时候他送的是一新球，他踢一下我就心疼一下，你知道吗？” 那时候太喜欢这些东西了，你又没有机会获得，所以一旦获得一个新球的时候，你心里的感受会非常强烈，就舍不得踢。他可没有舍不得，他把这球搁脚底下，第一脚对我印象深刻，就是他这一脚踢球上啊，这球就擦着那个。 那个舞台啊，大操场上那舞台，那个、舞台有一米多高吧，这球就擦着它上脚，腾、呃、就上台上去了。我当时一开始以为他是懵的啊，然后我要上台上把那球给踢下来，他腾、呃、又一脚又擦着那个舞台又上去了，就是控制的特别好。你要让我往舞台上踢，我也能踢上去，我就抡圆了往高处踢呗，就是就有点像我说的这个唐代的球门是吧？上面没有横栏，射上去就算进球嘛。 那么，如果有了横栏，那对你的脚法就是有要求的。所以那个年月啊，我们去踢球，这都是我童年时候的记忆。那时候我十几岁，我现在想想，大概十五岁、十四五岁的样子啊，非常小啊，也不算太小啊。我们那时候觉得十四五岁的孩子挺大的，但今天看就是初中生,生啊，初中生这个样子。所以在那个年月里呢，就是这么去踢球啊。这个踢球呢，呃。 也没有规则，也不可能凑成一个队伍去跟人比赛。我们那时候最愿意比赛的倒是篮球，为什么呢？篮球比较容易凑成，五个人就可以打一场，五个人就可以跟人家这个啊，跟找一个对手，对方五个人、十个人就能玩一场。而且篮球相对时间也比较短啊，体力也能跟得上。足球呢，不是中国队足球啊，踢得不行，体力不行，我们也不成。那足球奔跑起来没完没了啊。 呃，跑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咱体力不行啊，所以踢不赢人家。呃，中国足球呢，今天给我们生活中呢、嗯、提供了很多乐子啊。我经常接到各种段子啊，拿中国足球开涮。我们中国足球历史上啊，咱不要说的很久远的，像齐国历史，就是我们在民国时期，中国足球队呢在国际上都获过很良好的成绩。 那时候呢，西方各国都不行，我们行。但是几十年下来啊，不到一百年，我们的足球现在踢成这个样子。一到世界杯呢，我们只有看的份儿啊，没有参与的份儿啊。前些年啊，前几届我们、啊，由于是日韩这个联合这个办世界杯啊，人家两国呢不需要比赛，我们就蹭进去一次啊，蹭进去一次，最好的一记球就是打在这个门柱上啊，没有踢进。 那我觉得这个，这是一个拿着今天来说，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病啊。我们早晚有一天啊，中国足球呢啊，咱别说拿世界冠军啊，我说这个不够你们喷的呢。早晚有一天，中国足球能够走出去，能够参与世界杯的比赛啊。实在不行，咱跟世界杯说说啊，让他扩大点儿这个名额，咱怎么也能挤进去，是吧？嗯、呃。 我们今天啊，找了一件文物啊，找这文物费了半天劲，就是我们怎么能找着一个东西啊，能够代表我们的体育精呃，唐朝有个人叫康骈啊，他写过一个《聚谈录》中呢，他专门写过这么一一次，就是说军队里啊有好多人，我刚才不是说军队他这个踢足球是训练嘛，有几个年轻的军人在那儿踢球，有一个球没传住呢，直接就飞在。 就飞出界了嘛，旁边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，一伸腿把这球就稳住了，然后接着就一记劲踢，这球就直飞数丈，就飞回去了。这段记载可是全世界这个关于女子踢球的最早的记录了。你想想，那时候那女的啊，这球都踢的，按理说这那时候，你知道唐代可是天足啊，咱后来缠足是宋代以后的事了。唐代那女的脚都长得大啊。 啊，这个这个没有受过那种摧残。宋代以后，女子不怎么踢球，也跟缠足有关。所以唐代的时候，这个女子踢足球应该说是还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。元代戏剧家啊，四大戏剧家有关汉卿吧，写过一个叫《女校尉》啊，他说的就是“唯蹴鞠最风流，演习得体打温柔”，这是中间的一段词儿。你从这个呃这段这个唱词上，你就知道。 这个女子踢球还是一个很风流的、很风流的事情。唐代以后啊，到了宋代以后呢，她这个踢球的踢法当中呢，她的表演性和娱乐性的内容就大大增加了，这就坏了。因为她的娱乐性的增加呢，就是个人呐、啊，他就不讲究竞争，就讲究讨好别人。我们今天啊，你看凡是带有娱乐色彩的运动啊。 他主要要讨好观看者，他不是为自己娱乐，是为了娱乐大家。所以我们的足球到了宋代以后呢，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越小啊。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绘画，比如有宋太祖的蹴鞠图啊，他当时就描绘了宋太祖赵匡胤呢，跟他弟弟赵光义还有宰相赵普几个人呢一起蹴鞠嬉戏的场景。 那么你看，当时的这个皇上都那么喜欢啊，这个踢球可见啊，民间一定会喜喜欢。上有所爱，下必甚焉，这是一句古话。只要皇上喜欢的事，底下没有人不喜欢。那么到了北宋的末年啊，宋徽宗更就是一足球迷啊，《水浒传》中对这个有一个很很精。 这个很经典的一段描写啊，有一个桥段，就是说呢，高俅就是因为能踢这个一脚好球，他球能踢成什么样呢？就能让这球啊像吊胶一样粘在自个儿身上，所以就得了得了宋徽宗的这个赏识，最后当上了高官。那么，这个我想啊，这个踢球的这个技法呀，很多是天生的，是一种感受。我们今天呢，呃，去看到一些这个。 呃，小的视频啊，看到一些著名的运动员踢球的时候，确实是个享受。这个球是圆的呀。我们不管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，我们个人的技能都是非常有限的。而这些专业的运动员，人家的技能我们只能看着的份儿，所以看也是一种欣赏。宋代时候呢，他踢球他有这种单球门的啊，所以他叫助球在。 比赛场的中间呢，上方拉起一个高高的球网啊，中间呢有一个洞，这个洞叫什么呢？叫“风流眼”，这个洞就是球门，但是很小，只有这么大，所以你想踢过去也没那么容易啊。这个当时由于这个足球的非常普及呢，它在民间就专门就出现了这个踢足球的这个社团啊，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群众团体。 他这个社团特有意思，他有名儿啊，这名儿都载入史册。他叫什么社呢？他叫齐云社啊，不是德云社啊，就是齐云社，比德云社还高。他们能把这个球踢得高飞入云，与云齐平，所以叫齐云社啊。这个足球啊。 是圆的，所以呢，这个齐云社呢又称为元社。齐云社的会员们呢又称为元友。你像我们现在德云社的那个会员都称之为什么呢？钢丝儿是吧？钢丝儿。所以要入齐云社啊，就是当年在宋代，你要想入这个这个进入这个齐云社这组织，你比今天进德云社还麻烦呢。要拜师，给师傅送礼或者送钱，然后呢还要送靴袜。 你知道过去啊，人的这个财产、啊、跟今天不大一样。今天我送你双球鞋算什么呀？和过去送双鞋，那鞋挺贵的，然后还要去设酒席。宋代人生活很好啊，就是那种生活状态非常悠闲散淡。所以呢，这些新人一进来呢，就是新人会或者说圆会。 对这个齐云社里的人统称为各位都是缘友。这齐云社呢，他还定了好多规矩。他这规矩呢，从这个蹴鞠的技艺啊，到比赛规则、运动服装乃至运动道德，无所不包啊。比如他有这样的说法，他说出场要添气，中场要少水，末场要打散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是指啊，出场你新来的人要把这球给我把气吹足啊。 哎，你说这事儿不简单吗？这事儿还真麻烦啊！你没吹过，我吹过。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球啊，那时候踢足球的机会并不多，但打篮球的机会多。那篮球呢，如果有点慢撒气呢，你就是哎去打球的时候还带着一气针啊，没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，说你买一气筒就揣两下就完了吗？没有。那么你去打气，对，专门到那个能打气的地方去打，那麻烦，所以就带一气针。 带一气针呢，就是打球的时候觉得这个球气不足了，往上一插，把这气针往里一插，然后那一截管子使劲的吹。吹球的时候啊，你这满肚子气儿是吹不出去的，你身上有多大劲儿你使不上，你最累的不是浑身啊，是你这腮帮子。吹完了以后，这腮帮子酸半天。吹的实在吹不动，就是手里把那软管一捏，直接给别人，别人拿着吹。那时候年轻啊，小孩儿也不懂得干净脏，所有人都拿那管来回来去的吹。 啊，吹足了，把这针一拔，又开始玩儿。玩儿的不行的时候，再扎上，再继续吹。反正玩玩玩一天，吹一天。所以这吹气我是吹过啊，就是不像你想象那么容易。所以一定让新人干这个事儿，都是老人欺负新人，这是一一铁律，古今中外都一样啊。中场为什么要烧水呢？他那球场不像现在，现在球场都是草地，你没这事儿。过去那球场都是土场子，就是踢的一定程度呢，浮土太大了。 啊，暴吐狼烟的受不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就烧上水，就淋一点水，让它这个压压尘。墨场为什么要打散呢？就是最后你要收拾这残局，别人踢完了扬长而去，该洗澡洗澡，该喝酒喝酒去了，您呢得把这些啊地方该收拾的都收拾。所以这就是包括把球放了气啊，把气放了以后把球收起来，这就是当时秦社的这个啊。 这规矩，这种规矩呢，其实他都把它这个套成了行动准则。比如他有十紧要，什么叫十紧要？就是十条规矩，十条最要紧的规矩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首先你要要和气，是吧？什么要温良呢？要尊重呢？要谦让呢？要精神等等等等一大堆啊！这要的，这是十条啊最重要的。那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十戒，就是。” 十戒也很厉害，他叫十禁戒，就是十件事儿你不能干啊。他比猪八戒还多两戒呢，猪八戒才八戒。你像踢球这十戒，禁什么呢？戒戒多言，戒赌博，戒争斗，戒是非，戒傲慢等等。你想，他说还戒猖狂啊，戒酒色，戒多言就是你少跟我啰嗦。踢球的时候有时候球踢得很冲突，但是嘴巴，哎，别再挑衅就不会出事儿。 如果球踢得不怎么样，那嘴巴老挑衅，很容易打架。所以人说了，你这个啊，呃，不能多说。那借赌博你都不用说，今天全世界都都这个打击踢球的人，这个按按、啊啊、按理下下注啊，就是踢黑球啊。我们前些年还处理过很多人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他在这个不易呃不易踢球的还有一些禁忌，叫十步踢啊。什么叫十步踢呢？ 就是什么时候不能踢球呢？比如他说，宴席前饮食后。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啊，我们尽管踢完球以后呢，不能马上去吃饭，要休息一会儿。那你吃完饭也不能马上去踢啊。比如他说，有风雨的时候也不要踢啊。心不暇，就是你心里老有事儿，也不适合去踢啊。他就讲了，你看啊，有提倡的，有禁忌的，有这个这个不允许的等等，他都是十个十个的。 那么宋代呢，很多城市都设有了这种棋云社啊，所以这种缘友们啊，踢球的人可以走走到各方的切磋技艺啊，这就是当时的所谓的撞案、嗯，对来访者的蹴鞠的技艺呢进行这个测验啊。你说你身怀绝技那没关系啊，你把你的技术水平给我们展现出来，这就跟当地的这些球友们呢比赛啊，切磋技艺。 当时的这种啊测测试啊，就是说撞案的标准很高，比如他要求你用脚啊，左右脚各连续颠一百下。我觉得今天啊，如果按这标准，好多人根本都考不进去这个球队啊。就是左脚颠一百下，右脚颠一百下，双脚之间不得相杂，什么意思？就这一只脚啊，颠一百下以后扔给这只脚颠一百下，不能你真想哪个脚就哪个脚，那你太轻省了。 球呢还得要求颠的平平稳，不得忽高忽低。我们都颠过这球啊，你要是一脚深一脚浅的，你可能还能颠几下。你要说完全要求一个高度，你一般人没这技没这技术。如果你一次测试不成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说再给你两次机会，如果三次你都失败。